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我们合掌共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无量寿妙之圣王禅老子大天尊。各位微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天地之间有五大元素，就是三一命谱相。三一命谱相是人类最大的智慧，从来没有离开人半步，在呼吸之间，在动静之间，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所以，三一命谱相。五大智慧是中国第一位至圣王禅老祖维古先师的大智慧，所以王禅老祖精通三一命谱相。春秋战国时期，王禅老祖他传授了108位徒弟，都到入世，那一匡天下定太平的合纵连横，那只是小小的一个区域性的战国七雄的合纵连横而已。事实上，王禅老祖他的大智慧合纵连横，这都是合纵连横，这个区域，这区域，整个的地球，磁力线，啊，经纬度，都是叫合纵连横。也是我们所讲的 XY 还有 Z 三次元六度空间，这都是五术三一命谱相的本质啊。曾经我遇到一位修行人，他也很谦虚的说：“啊，混莲居士啊，你怎么对外道那么迷呀？”我请问他：“什么叫外道？”
请你讲给我听好不好？请你开示，外道在哪里？啊，内道在哪里？请你讲给我听，我愿意受教。那么这一位修行人突然间哑了，好久好久没有话跟我说。我跟这位修行者说：“何为外道？何为内道？何为正道？”啊，这个你的疑惑我很了解，不是只有你在问我，我为什么会讲三一命谱相？三者，山河大地，所以三者，风水学啊，人之灵性，山河大地，高一寸为山，那么请问你有离开山寨独立生存吗？活在世间弘法49年，他也不敢说否认山河大地他的伟大存在，都在进调和。那么我们当下现在的人又没有生活佛住世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开示讲道，那你怎么样可以说山呢就是外道？所以这一位修行者他很谦虚的说：“对不起，我失言了，我失言了。”所以我们各位，你研究山，山河大地，山就是一座灵性，王禅老祖掌中掌的八卦里面，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艮为山，开示我们要如如不动。艮为山，也就是山河大地、宇宙虚空啊，不可少、不可磨煞、不可磨灭的尘埃呀，包括人也是一个尘埃而已呀。你一直否认说山是外道，或是啊批评山是外道，那么请问，须弥山，大家一直在占领的须弥山，那请问，是不是开示须弥山者是为外道的？所以我说你们讲话自己要去知一切法啊，知一切万生万物的调和法则，你才来说山是外道。所以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三一命谱相告诉我们的寥寥分明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我们可以否认风水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否认不了风水的存在、啊、真理啊。你不讲风水，你也在风水里面生存，也靠着风雨水维系着我们身体的啊存在，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古圣先人留下来5000多年的专有名词。曾经一位也是修行者啊，他来道仙模式，我看出他的自我共高啊，这个行动行为我感觉很好笑。不管你来踢馆或是来指责或是来批评，我都很乐意的接受各界给我的指正。那么这一位修行人、啊、他说混元居士啊，你讲三一命谱相未免太迷信了啊。我就请问这一位行者，什么是迷信？我告诉你，你今天才是迷信，你东奔西跑的，你要去找一个风水宝地，要盖一间你的金色道场，是不是这样？他说是啊。那你比我更迷信，你没有啊智慧，不了解山河大地的风水学，所以你今天否认了风水的法则，但是你又要找风水，那你不是迷信吗？所以这一位修行者没有话讲啊，就跟我说，我看你在台视早上6点讲的风水学很有道理，所以我来请益，那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要先给我把它批一下压下来，再要问出你要往哪里去找宝地，那你不是很迷信吗？你没有感觉你的智慧有问题吗？啊，这一位修行者说啊，对不起啊，我也失言了啦。我听了祖师开示，不要迷信风水，风水是迷信的。我告诉他说，迷信者就不知风水的真禅奥义，何为风，何为水？风是知啊，水是行，所以我们来世间上要知行合一。那这一位修行者突然顿悟了，哎呀，对不起，罪过，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说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也离不开山，也离不开水，啊，离不开调和，所以我们信口开河，随随便便对古圣先贤的真理呀、啊，所留下来的智慧加以批评，我们从来没有冷静的来思考、来参、来悟。所以你今天要来找我去帮你看啊，土地的哪一块比较好，是不是？他说是啊。我的这个就是一，也是三，也是一，因为你有烦恼，有疑惑，啊、哦，要帮你决定哪一个来建道场，啊，这个就是一则。所以这位修行者哈哈大笑，他说：“我终于悟了，三一命谱相的武术境界是这么高，啊，那么的庄严，那么的尊贵，所以我今天。”啊，来讲这个风水学，三一命谱相是破迷解惑，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行人扛着修行人的名号，啊，讲了很多道，事实上。你讲的道有你的道理，但是人众生他们不施钱给你供养给你来弘道的，哪一位不是外道的人来供养来护持呢？所以这一位修行人他一直道歉，我说不必道歉了，我们要破迷解惑，对于三一命谱相的真言究竟你懂了多少，你从哪里契入，我们务必要有相当相当的自信，否则我们会造口业。所以这一位修行者，我说好了，我早一天到你的要盖的地方去参考一下啊，大家知识交换嘛。结果三个选一个，我说你甲乙丙，丙这一块地四平八稳，来到这里心平气和，智慧即增长，这即是三一的大学术智慧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一命谱相五大学术是人任何一个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离不开的五大学术，所以这一位修行者
我去帮他看了三块地之后，我说第一块地啊，这一块地呢有很大的缺陷啊，这块地啊，你选就在这里，这边是后无靠，玄武后无靠，这是缺丁贵，会绝，绝一败啊！所以这一位修行者，他跟我说，这块地的主人原来盖了一栋房子在这里啊，丁也绝了，也败了，因为后面没有玄武星，玄武是空的，而且煞气往下冲，所以丁贵全部都绝，事业也败。而无论你修行者，你供佛，佛是一个名相，最重要是人啊，所以我说你这一块地不可以用甲地啊，乙地呢？啊，乙地就在这里，乙地，这边是山。水从这边来，弯弯曲曲的往这里，这是反攻，反目无情。住在这里的人，所遇到的人都是反目无情。所以这位修行人跟我说对的，啊，这块地，啊，这的主人，事业都全部被败了。被 拖下去了，原来很有钱，现在变穷人，所以要卖地。那我说你还要吗这块地？他说哦，那我不敢要。我告诉你，你比我信外道。啊，你既然自称修行人，不要被风水来绑住了。你要转境，你怎么转？所以要融入自然呐、啊，要融入大地、山河、山川的灵气哲学。那到了第三块地，我说你这块地赶快买起来，你站在这里有一个坟墓，但是迁走了，这块是宝地呀、啊，是寺庙的地啊，神用的地，人在这里受不了，所以你这块地预带前有谁，后有靠，有水来潮，有山来靠，山是丁与贵，所以这块地是上等的地，你可以买起来，可以盖
啊，盖上宝殿啊，所以这他这位先生他就很高兴，原来啊，我们就没有这一种智慧。所以听人家祖师这么讲，我就这么讲。我的祖师有时候讲的也有毛病哎，人死了，他讲的真理不一定就是祖师哎，你要为悟啊！啊，所以这一位修行者了，跟我说混人居士啊。这块地原来风水在这里，它有六房啊，一二三四五六，六房都很好啊。有一天啊，有神或菩萨的告诉他们说，祖坟的风水要把它牵起来啊，这块地另有人有神佛要来用，所以这位修行者呢很高兴的把这块地买起来了啊，依照建筑设计，依照风水学法则来设计。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三一，一就是你认识，你懂得易经与风水学，你就是一轴。一不是只有一般的中医和西医，和民俗医疗的医师，所以一的范围八万四千法门的一，世间的一有四龙工商百业的指导老师都为一啊，身体各种部门病症的医者都为一，所以王禅老祖鬼谷先师是精通武术，这案例太多太多太多了，讲也讲不完啦、啊。所以王禅老祖他的仙术精微，不是一般人所能懂的，也不是一般神明、菩萨们所全部都懂了。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我会一一的今后为各位来阐解。各位唯心神士，各位所望善知识，无论公司住家、道场或者国家的建设，都会有病。那我们中华民族啊，五千年，从黄帝崩、藏桥山到现在来五千年。黄帝崩、藏桥山，他的真禅奥义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本人从研究风水学，三一命、卜、相。啊，这个武术
加上佛学、道学、百家思想相互应用、相互成就，它的真理就是一个心字，心。所以我们的心是一花开五叶，心是花啊，那个三一命谱相就是五叶啊，中间这个花三一命谱相五大元素，然后开出的这个是花，这是心，所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就是要论起来，要有相当相当的时间来论。我在33年来，本着王禅老祖开示三一命谱相的真理与佛学相互应用，正道的结果，我们世间都少不了三一命谱相。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为什么那么多的恩怨情仇，跟中国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关系啊？中国大地山川的灵气哲学孕育了多少个英雄好汉汉圣人，也孕育了多少的历史悲情，战争不断，从黄帝、炎帝、蚩尤帝开始到现在3762次大小战争，金门的823炮战总共3762次大小战争，这是三一命谱相五大智慧，我们都忽略了。王禅老祖开始说，你可以不信风水，但是你也离不开风水而独立生存。所以我就在2001年，一年到了西安啊，到西安呢，皇帝庙、皇帝殿啊，去那里拜祖的时候，带了我们40几位维新贤士，我去参观了西安延安的皇帝殿。这些宝地是非常好的宝地，水口在昆荒，皇帝陵做祖山五像啊，这个龙、龙凤、龟蛇、把门紧固守，
所以我去看到说，哎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那么穷，那么多恩怨情仇的战争斗争，还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所以当时的王禅老祖开示了，不要有私心，要告诉当地的黄帝陵基金会的领导们那么黄帝陵基金会的领导也非常的谦虚有礼貌，所以我看了几个，同样我是炎黄痴三祖儿女，也是皇帝无量劫来的后裔，当下姓我当然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宣告法界，所以我就告诉当地的这政府单位，我说你这里要是把水堵起来，水堵起来，让这全部都是水，都是水。这个昆王是在八百运，第八运。第八运呢，你把它堵起来，刚好是八运是少男在堵起来之后，2004年中国经济会大发，所以我告诉当时的我们台湾我们的同修及当地政府领导，再过了两年再来，果然昆荒把它围起来了，水堵起来了，原来不必过水到皇帝陵，现在要过桥。那时候我就是看了哈哈大笑，中国经济2004年第八运开始强，果真不虚啊，这即是三一命谱相，用风水来医治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恩怨情仇的斗争，消灾化解。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三一命谱相五大学术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什么武术界而已，这是五大学术，不是一般人所能懂的。三一，今天我们一一的为过来解说三一命，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国家民族之命运。地球有四大文明，结果主留下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文明，就是我们的命，国家之命，社会的命，公司的命，个人的命那么最重要的命就是智慧的神，智慧的命智慧的命并不因为人的身体好坏，而是智慧的命之一切法，
一切山河大地、宇宙虚空、调和法则的法，即是为天命，为慧命。我们今后会很详细又精彩的为各位来解说。三列命谱，谱嘞，不是所说的那么狭隘的，只有卜卦、抽象占卜相卦，不是只有这样。而谱的道理，从阴到国是谱，啊，从心到心也是谱。啊，生到死也都谱，生老病死做得谱，生老病死做得是谱。所以谱啊，不是我们所讲的只有坊间的先生、算命先生啊，他在为我们谱的 那些而已。这今后我们会很详细的为过来解说。所以我们这一节三一命谱，还接下来是相，五大学术，而谱进入人与人之间的心田，进入人的灵性，啊，进到事的核心，进到物的核心，又有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科技文明啊，一直在研化，到底最后的果是怎么样呢？你用算术电脑来算，往往很多还是穿墙凿壁，进不了事的核心。又有人经营企业，你请企管顾问帮你规划，写了一大叠的计划书，要多少万、几千万，但是你所写的这些书是不是能够进入消费者的心，或是进入的产业经营者所需求的，都是生死未卜啊，即是卜。那你只有大家学易经，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卜的世界。啊，曾经我们一位学员弟子啊，他的儿子刘英的气管顾问博士啊，对于老爸学易经有点说是那么迷信，那么老爸也是企业家，那好了，我们来看哪一家你现在所要辅导的哪一家公司，我们现在来，我来写，我用谱的易经，到年底结算的时候是亏或是损。那儿子说好啊，啊，他老爸就用易经卜卦了，卜的结果是这家公司今年那一年是大，
亏本。而且中途物价的指数，结果儿子呢，他是气管博士啊，经过公司的委任啊，写了一大本的计划书，算起来是赚钱，咔吧赚一倍的。结果老爸是我们的学员，算起来结果是倒赔将近快一倍。好了，那就用信封装的，给老妈保管。老妈也为了圆满老公和儿子中间的误会和冲突，他等到年度结算的时候，两个摊开来，老爸用易经算了亏了多少，啊，儿子用气管啊，博士的理论算了是赚钱，结果开出来公司赔了将近一倍，几乎要倒闭。那时候儿子才恍然大悟，啊，当然我们弟子啊学员对儿子这个给他一个理解，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圣外有神。所以这一节三一命谱啊的真理，我们今后一一会各位来阐解，祝福各位。本段节目。